气虚，一身之气的减少，然后伴随着它的功能下降，形成这个无非是两大类可能，第一类化生不足，第二类耗散太多。又复习一下，化生官府三个脏，肺、脾、肾。肺吸入自然界清气，脾运化水谷精气，肾中精气化元气。所以假如是化生不足，一般就补肺脾肾。当然你要看它的兼症，是哪一个脏虚损为主，就补哪一个脏为主。另外一个是耗散太多，耗散太多也有几种可能。第一个汗脱下还是的，第二个热性病，你注意啊，热病容易耗气伤筋，这个前面是讲过了。下来是慢性消耗性疾病，应该说你比较阴虚，慢慢少，到最后由于阴液是气的载体，也可以导致气虚，血虚不能化生气，也可以导致气虚。好，我们看看它的临床表现。我们原来写的临床表现比较简化的，以后你们学中等教科书就那么几句，神疲乏力、少气懒言、面白、舌淡、脉弱。但它这里相对多一点是什么呢？其实它加了一些脏腑定位的症状，比如精神萎顿，哪个脏呢？心，还有至少是两个，一个是心，心主神明，第二个脾主生清，清气不生不能充养老窍，所以有两种可能。第二个疲倦，疲倦哪个脏？以脾为主，脾主四肢，脾主肌肉，然后神疲等于精神不振，乏力 跟倦怠差不多，动辄气喘，哪个？肺跟肾，因为你这个是肾不纳气，肾不纳气的前提是肺气虚，肾不纳气的本质是肺肾气虚，肺为气之主，肾为气之根，两个脏都有。然后下来四肢无力，脾弦晕，脾肝是生发太过，它的晕是头晕头胀的，这种晕应该有点眼睛发黑的，清气不生，以脾为主，清气不生。自汗，心跟肺，心再也为汗，肺酸发胃气到体表，控制汗孔开，跟着易于感冒肺了。活动后诸症加剧，为什么？劳则气耗，过劳，你注意啊，有时你得注意，这个劳不见得是四肢的劳，内脏的劳也算。那比如说很多病人是这样的，一吃完饭就马上想睡觉，脾气不生，为什么？一吃完饭那个脾在劳的过程中，你本来就不太够气，一下这个时候在劳，那个气集中来消化，清气升不上去。那这种也是活动后诸症加剧，你要考虑内脏的劳，气滞。气滞比较简单，气的流行不通畅，停留在某一局部。既然停留在某一局部，等于某一局部的气多了，气一多它就发胀。所以它的表现简单讲实际上是一个字，复杂的你可以加多两个字，胀闷痛，关键词就是胀。注意它的治疗，我前面讲过两种，纯粹的气滞好办，行气，还有一种气虚气滞，表现为胀的来洗按，行气补气。看看他的
肌理，第一个情志忧郁。那复习一下肝气郁结，肝气郁结我们讲的有两种郁，一种是气之郁，下腹两胁乳房胀痛；一种是情志郁，心情忧郁，闷闷不乐，喜叹息。这两种郁可以相互影响，可以气之郁导致情志郁，也可以情志郁导致气之郁，但是临床是情志郁导致气之郁比较多。先有心情不好，再到局部胀闷。第二种，有形的病理产物堵住了，妨碍了气的运行。那你看这什么痰湿、痰湿实质淤血，都是有形病邪。那么你醒目一点，你一看见有形病邪，给我加行气药吧。不管它有没有气滞，你加行气药大抵错不到哪里去。就算没气滞，我也帮助你走通啊。但是有气滞的状态，你可能加的行气药要多一点，力量猛一点。最后一个，我估计通常就是这两个。最后一个是为了可能弥补一下有没有什么遗漏，是吧？脏腑功能失调。假如说脏腑功能失调，我觉得大部分就是比如肺气不酸、肝湿疏泄一样的。另外还有一个可能脏腑功能，脏腑之气少了，推动无力，可以导致气滞。气力也等于呼吸，讲气血津液讲过，气的上升太过，下降不及，就是往上。我们先看表现，教科书说多见于肺、胃、肝等脏，一个个过。肺、胃容易理解，肺主疏降，胃主通降。肺有问题，包括肺气虚、肺寒、肺热、肺阴虚，都可以导致咳、喘、上气，或是外感寒邪、外感热邪，甚至可以出现消，这种是气往上，跟着胃气上逆，胃的所有病，胃寒、胃热、胃气虚、胃脘、气滞、胃脘淤血，然后胃阳虚都可以，恶心、呕吐、嗳气、打嗝。下来一个肝，注意，肝本来不降的，肝主生，但是注意中医的平衡观，太过不及都是病态。肝的特征，肝气、肝阳常为有余，是吧？容易导致肝阳上亢、肝火上炎。这个原来在脏象比较过，肝火上炎是实热症，肝阳上亢是阴虚阳亢，但是两者的共同点，上部热象，头晕、头胀、面红、目赤、烦躁易怒。最后还有一个教科书没念，肾不纳气。肾不纳气，你看呼吸，呼多吸少，动则气喘，呼多吸少就气上浮。总的治疗原则，降胃气，但你要注意，光是降胃气不行的，要治本。比如说你是胃气虚导致的，你就补胃气；你是寒导致的，你就散寒。好，我们看看它的机理。第一个，情志，情志导致的大概肝。可能性最大，比如肝在之为怒，怒则气上，肝气上逆。情志可以导致肝气郁结，气郁，横逆犯胃，胃可以出现。肝火上炎可以犯肺，所以也可以出现肺。下来，饮食冷热不思，那么一般影响的是胃。再下来，外邪侵犯。肺为主了，也可以侵犯到胃，因为你吃进去的东西就是外邪。寒浊壅滞，一个是胃可以，一个肺可以。
注意一下，我觉得胃的病真的用穴位蛮好用的。还是你这个礼拜五，我原来看一个好像慢性胃炎的病人，我感觉他原来是这样，腹胀一大堆症状，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打嗝。然后我开完方，他下次回来腹胀啊，其他症状都改善很明显，但是有一个症状他说几乎没改善，打嗝。在就坐在那里都在嗝。后来想了一下，哎呀，我说你趴在那边吧，走去的背后背腧穴胃腧穴一按，马上就止。马上就止。而且他原来还有点微微胀，然后我大概按了一两分钟，因为他是一直嗝个不停的，按了一两分钟没嗝。然后放手了，在这边开处方至少有五六分钟，反正整个人就舒服了，就大概1秒钟之内，一按马上就停。我游多一两分钟，也就是巩固一下疗效。后来我就教他，我回去药照吃，有什么问题你叫家人啊。我说没家人也好办，你不是坐姿有脚的吗？你这就靠吧，你靠到那个痛点。其实我也没有认真数啊，就是一直按下来。按到有敏感点，就这样按住，就这样，非常好用。气陷学过了，气陷的本质是脾气不生，也叫中气下陷。但是要注意，脾气不生的前提是脾气虚，无力生。所以他首先应该先有气虚表现，神疲乏力、少气懒言、舌淡脉弱。好了，我们再复习一下脾主生的内涵。第一个生津，第二个生脾胃燥。所以当脾气不生的话，又分三种来讲啊。第一，清气上不去，头晕目眩；第二个，清气上不去，停留在中焦，腹胀大白，清气不生，短降，下利清谷，顽固不化，还可以刚才讲什么蛋白尿、乳糜尿，人体精华物质从下窍而出就算。第二个，不能生举内脏，内脏下垂。治疗，你是气虚导致的，补气生阳，气闭跟气脱。我们合在一起讲，这两个属于出入异常。气脱是突然丢失外脱，跑出去太多了；气闭是憋在体内出不去。所以气脱是大虚症，气闭是大实症。这先讲气闭，大概是情志郁结或是外邪堵住，气一下不能外达，然后一闭在内出现的病理反应。然后气脱的概念跟亡阳差不多，人体之气突然外脱，生命虽微，你看连它的病因都差不多，表现差不多。可能有人问，气多跟亡阳有什么区别？区别不是太大。我感觉可能亡阳从字眼上来讲，亡阳可能更重一点。但是你说大家出现了个，你看面色苍白、汗出不止、目闭口开、全身瘫痪、手下二便失禁、外围郁结，这组症状在亡阳一样可以出现。他只是在这边没有强调他的冷的感觉，但我觉得这不是鉴别要点。临床是这样，你只要出现了这组症候群，其实没有哪个医生会很认真的说这是气脱，这是亡阳，然后两个就在那边争辩起来。一样的治疗，大补元气、大补阳气，然后固脱就是收敛。下层一样，所以我感觉虽然理论上有程度之分，临床的处理手法差不多，你最多说他
比较寒一点，我可能温阳的附子之类的用的多一点。你假如说我没那么寒，你附子一样可以用，但是你可能野山参之类的补气的药可能用的更多一点。我个人感觉没有本质，没有本质区别。尽管教科书有刻意的比较了，我认为临床意义不是太大。问题差别在哪里呢？就是跟气闭的区别。当两个严重的时候，都可以出现昏厥。关键就是昏厥的时候的鉴别，脱是整个人松软的，所以他的，你看他这个形容是口开手下，二便失禁，关窍是打开的，除了眼睛关窍打开，全身松软。而闭应该是牙关紧闭，二便不通，关闭的。另外一个全身是痉挛紧张有力的，假如手弯了你根本掰不紧，很有力，这是实证。好了，气脱接近亡阳，那等于说我这里不说了。那么就回顾一下，就是气闭的原因。第一个是外邪，以至于这种外邪恐怕还不见得就是六淫那种，而是我们古代讲的三阑脏气，有点像现在的一氧化碳中毒，就煤气中毒的那一类。煤气中毒我见过，有的来是气脱，有的是气闭。另外是中风，尤其是脑出血的类型，很多是有昏厥的。但你有昏迷的情况下，中医是先分闭跟脱，处理完全不一样。第三种是像痰，你看很多昏迷病人喉中是呼噜呼噜痰鸣的，它是塞住了，你气出不去，所以你把这个痰吸出来了，它是化掉那个痰，可能气就顺了。另外一个还有剧烈的情志刺激，你看有时候我们见到有人生气吵架，吵得厉害的话，一口噎住了，一下昏过去的，但这种容易抢救，掐一下人中可能就行。那这个治疗跟亡阳差不多，这个治疗开窍，开窍。你们以后专门学有开窍药，比如像麝香、冰片这一类，或者是扎人中，或是十个手指尖放血，或者是这样，用药物使他体内的气能够排出来，比如打个喷嚏。古人怎么干的呢？把些最辣的药物搞成粉末，吹到病人的鼻孔里面。现在不用啦，芥末一抹，有喷嚏就好了。一有喷嚏，气能外达。当然，你有什么办法让他放屁也行，只要气能外通，可能症状马上就能缓解。当然你说缓解到什么程度再说。血的失常不用讲了吧，第三次了。心血虚不止，心血虚一次，肝血虚一次，心肝血虚一次，气血津液的血虚又一次。那现在过一遍，血的不足，血的濡养功能减退，注意这个表达。假如表达为血的不足，有点像西医所讲的贫血，那真的是红血球、血红蛋白之类的减少。但是它中医还多一个表达，血的濡养功能减退。那么就有可能西医的指标是正常的，但是出现了中医的血虚症候群，什么面色苍白、头晕眼花、舌淡脉细、心悸、心烦、失眠、多梦那一类的，中医还是叫血虚。所以西医指标可以参考，但不把它当作判断的唯一依据。它的那个形成，一种是脾胃虚弱，脾为气血生化之源。其实我觉得脾胃虚弱跟这个是一回事，除非你把它裂开来，精生水，水化血，因为血的来源就两个，
脾胃化生水不精微，水不精微中的清纯柔和变成营气，营气加精液等于血液，这是一组。另外一个肾藏精，精生水，水化血是一组。所以应该说两组可能都有。另外一个就是其他慢性病，比如说气虚不能生血导致血虚。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失血过多，这个原因就多了，比如外伤，比如说各种出血性疾病，胃出血，痔疮出血，妇女的月经过多甚至崩漏，失血过多导致血虚。血虚的症候群讲过好多次了，不讲。血运失常，刚刚讲完。血瘀，血的运行迟缓化瘀滞不畅的病理状态，那么这里也是稍稍过一遍，因为在病因讲得更详细。但是注意习惯用法，血瘀跟淤血是一回事吗？差别在哪里？差不多这个意思吧。淤血是完成时，血瘀是进行时，大概这样吧。至于病因，前面都讲过，血寒、寒性凝滞、气血不通、血热，两个。第一，破血妄行，出血，血没排出体外，形成血块。第二个，煎熬血液，把里面的水分蒸发掉了，血液浓缩了。下来气虚无力推动，寒主有形病理产物，至少应该还有个气字吧。血寒虽然教科书列了很多出来，其实要判断挺简单的，寒象加瘀血，这里都是基本上是局部受寒，寒性凝滞，气血不通，局部加瘀血，甚至局部加寒性疼痛也算，寒性凝滞气血不通，不通则痛，寒性痛就包括了气血不通。